这不是奶大妈，这是嗯。谢谢，来到阿德莱德演出啊，这是不是第一次了？第二回吧。这是第二次了，我来到这个剧场还比较熟悉。对。当时也是这个剧场，这个剧场的感觉啊，对我的感觉特别好。是啊。因为像一个，就是像北京保利那样的那样的小园子，比较拢音。对，像北京的一个小妓院。小什么？我可不知道北京还有这地儿，现在不是小剧院啊，剧院啊，不太大，对，但是很拢音，是观众演出的效果也是非常的好，对，朋友们挨得也近哈，对，像这位，你二位挨得特别近哈，一男一女是两口子吗？是哈，啊是哈，嗯，特别好，特别好，好好好，对着阿姨好一些啊，嗯，用你。用你托付啊！好，就是心情特别的开心。是，这是海外呀，嗯，对不对？我们坐飞机那么长时间到的这儿，心情无比的激动，对，无比的开心，嗯，而且还有人送来礼物，送花，鲜花，对，一个人送来两个礼物，对，台底下坐了得有1000多观众吧，嗯，只有一个人送礼物，我也是疯了，我是。我知道你们生活条件这么艰苦，我们就算了，是不是？我们就不来了，对不对？就一个人送礼物，真有意思。就指着收礼活着呢，你说。旁边就有一个小卖部，你可以去买一些，对不对？你可以买一些往台上砸，对不对？砸死我们算了，是不是？对，买个汉堡也是好的嘛。这姑娘，你退票去退去啊！我拦着你了，真有意思。还有坐最后排，哎呀，那么远，你们是真的没有钱吗？是我不会说话哈，不会聊天，这人就是这么得罪光的，我告诉你。你看坐得好远啊，就好远。哎，前面的票也有限，主要是这两边有没有大屏幕，你看得见我们就是在你心目中就是蚂蚁，是不是？哎，要一送花的。我瞧一眼，全。谢谢。哎，姑娘，在国内送白色的菊花不是好事儿。啊，今天妈妈生日啊。哦，这是妈妈的花，妈妈哦，那行。啊，哦，谢谢啊，谢谢妈妈。还挺好。嗯。昨儿不是母亲节吗？今儿过的。哎，说好了吗？真好，真好，特别的开心。跟大伙儿。聊会天吧，好不好，嗯？唱一个，不行，这个节目不是唱歌的节目。对对对，咱有顺序。像有人喊什么"送情郎"，我这个我先说清楚啊。嗯。这俩一唱就结束了。对。这是最后的曲目。对呀，这是我们的惯例。嗯，我们这么多年演出经验下来。我们也提前唱过，嗯，头一场就把《五环之歌》唱出来了，唱完了我们下去休息，然后再上来的时候发现台底下没有人了，嗯，就拿这一个歌腕着呢。对了，作为相声演员也够悲哀的，就拿一个《五环之歌》牵绊着你们，对，就这么勾着你们。当然了，这是我们每一个节目，我相信都比较精彩。这是我们想，我也爱你啊，你看都不闲着，这嘴都就是小园子摸爬滚打这么多年，对，有了一些个舞台经验，嗯，也积累了一些个小小的作品啊，希望能够奉献给大家。好啊。先做一个介绍吧。好啊。因为说实话也有不认识我的，又头回来的哈。啊，又头回来，咱们是来的次数不是特别多。对对对，我不知道在这儿网络发不发达，嗯，朋友们看国内的演出多不多，有没有认识我们的啊？我先做一个，不认识哈，不认识可以理解。不认识你买这票干嘛？你我叫岳云鹏，嗯，是国内当红的一个明星，就是。哎啊，没有自己说的，要脸不要脸？好，我就是我叫岳云鹏，好不好？就是一说相声的啊，就是一个说相声的，对，嗯，小小的一名演员。哎呀，沉痛的介绍一下，我是您等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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
措辞不措辞不当啊！废话是不得什么沉痛的像话，隆重，你甭客气，甭瞎说，隆重行吗？哎，也甭行，不用那么客气啊！不想让我提重啊！对对对，行，我是强迫症，我也行，就是这位老师啊，您老师，这是我的搭档，对，我们俩合作已经六七年的时间了，是是是，叫孙悦，哎，是我呀，特别的棒，您谢谢您的，嗯，会说相声，哎，会唱歌啊，祝你平安，心情不错，都是人家唱的，会打篮球。孙悦特别好，对，好了不起啊，这钱都不够我挣的了，我告诉你，那不是我，那仨人，那是祝你平安，祝你平安，那是那女的那样，那个女 的男女都没分清楚呢，那个打篮球那个大高个，2.13米那垃圾大高个，那个哦、孙悦1.9米多，反正孙悦 plus 是不是你合着我就是宽点大点哈。孙悦吗？孙悦说相声了不起，哎，提起他可能大伙儿不太清楚，不太明白，也没人知道，他也没有那么当红，也没有那么的大明星啊什么的，嗯、是吧？哎，就是、哎、就是你说那捂一下自己是什么意思？啊，就突然间舒服了一下。他呢，就是就瞧不起别人是怎么着？在国内真的是比较了不起了。您蒙客，比较了不起。他的姥爷，哎，大伙儿就明白了。你什么都明白了，李文华，你别说这个了，这是是是，对不对？是是，李文华，想当初跟尹相杰唱那个《纤夫的爱》，您等会儿，您等会儿，那是于文华，那是，我姥爷是女的，你就，您等会儿吧，我们家怎么了？我们家，我说于文华怎么突然间没听说过，那好看吗？于文华说相声的，我不知道于文华生活当中那么的爹，没听说过，李。哎不是唱歌的，不是唱歌的、哦、咱们老出唱歌的，他姥爷是李文华，嗯，说相声的，对对对，想当初上过春晚，上过好几届呢，对不对？他姥爷上过春晚，对对对，上过，他姥爷上过春晚了不起啊，对不对？哎，咱说清楚了啊，不是是上过春晚都是我姥爷，咱可说清楚。 那你姥姥可你玩去废话，你说老拍着自己干嘛？你说给姜昆捧哏的那位老艺术家、啊、对对对，这是李文华的外孙子。哎，是我。这孙子说的非常的棒，你看说学逗唱样样精通。哎，这么骂人特巧妙是吧？啊，我没有骂人呢。什么叫这孙子呀？这老师，你甭客气，甭说我这是吗？说说您不是红吗？说说您来，嗯、哎，爱听这字儿，知道吗？我就是唇红，你就是一口红，你就是还唇红，你还就没有什么可说的。那是，这实在是没有什么优点。哎、我们在台上说相声啊，好多年了。我在台上学的经验呢，学的这些个一身的能耐呀，很能耐还得。多利于孙老师。别，还有你师傅呢啊，有你师傅呢。当然，我师傅教的我。那是最主要，我们俩在台上配合的默契，对，磨合的，对不对？这多少年了？对，我们俩给大伙说相声7年了。你发现没有啊？说相声，咱在台上，嗯，为的是什么？为什么呀？赚钱，对不对？哎，我就纳闷，您都红成这样了，说话就不能巧妙一点吗？我已经很巧妙了，就是为了买房。您这话说，就为了送去笑声，为了给大伙儿送去欢乐。你看主流就没干过。哎，送去笑声。对对对。大伙儿一微笑，一哈哈大笑，嗯，对我们来说是一种莫大的安慰。是，钱就来了吗？就哎，爱听这句，就一下一下高潮了。哎、对对对对。啊，这句话捅到前列腺上了，你看。真棒，真棒！哎，是就是给大伙儿送去快乐。是是。大伙儿哈哈一笑。就可以了，开心了。哎、嗯、哎，你不知道发现没有啊？嗯，这个笑啊是有规矩的。笑，研究笑了吗？笑啊啊，研究。知道笑吗？笑，知道笑，知道笑。知道笑，我很开心。嗯，真的，他知道笑，我跟你妈我都很开心，真的。这孩子真的没白养。你搁着，你没完没了的是怎么着？你跟我妈开什么心呢？我知道孝顺是怎么着啊？你不用孝顺我，我废话孝顺不着你，我真是笑吗？不是笑，开心乐吗？不是笑，对对 对，笑容，笑容不是孝顺啊，笑容，嗯，笑容，您哪儿笑？这不是贱吗？这不
笑跟贱是有区别的。那笑什么样？笑是这样。贱呢？它不一样啊。那是。不一样。要不说您便宜呢。撩妹。还撩妹儿还啊。这你还撩妹儿呢、啊、笑是有区别的。不是笑有什么呀？笑容来得快，嗯，回去的慢。啊，您就说这笑脸儿，这个来得快，就是回去慢，就是脸恢复慢。对对对对对。不知道，没研究，没有研究，没瞧见过。我给您做一个表演。哦，您表演这个。比如说某一观众往那一坐，嗯，听相声。观众啊，哎呀，这个相声有意思啊。嗯。小岳，哎呦，大明星，真棒。你等。别借观众嘴说啊。行行行。哎呀，自己不说怕忘了。岳云鹏，孙越、嗯，哎呦，那个大胖子，哎呦，你等会儿，这句也不行，嗯，真好，你看人家这包袱抖的啊，嗯、说相声就是为了赚钱，哎呀，哎呀，哎呀，这孙子真逗啊，那说他呢，可能是，嗯。哎呦，我这开心乐的，还乐呢你，笑容还没回去呢。这玩意儿音容笑貌，你是怎么了？这才回去。哎呦嚯！您别一惊一乍的，这才回去。哎不，跟您这么说吧。您这样啊，太啰嗦了。您依着我呀，来得快，回去快。来得快，回去得也快。对对对，不合适。合适。不合适，不整齐呀、啊。不好看。好看。容易把旁边的观众吓跑了。不不不，都这么乐还整齐。整齐。对了，来回啊。嗯。哎呀，这个相声演员，哎呀，小岳，孙岳，说相声。哎呀，有个小孩，哎，这真好，真好。这观众真是非。真有意思啊，这个包袱啊。嗯、好。哟。好的了，给摁回去了。好看吗？这太难受了，这不好看吧？吓人一跳的。都是有规矩的。是啊，万事万物是一理，都是规矩。没有规矩不成方圆。哦，还有什么规矩？哎，成方圆知道吗？成方圆啊。成方圆。不是那个。挠痒痒。比如说挠痒痒。嗯。他说了挠痒痒。对呀、啊。看来他研究了。挠痒痒有规矩吗？当然有规矩了。挠痒痒什么规矩？我听。以这个腰为界限。啊。腰以上痒痒了。往下挠、嗯、腰以下痒痒了往上挠、嗯、这是规矩研究了吗？没有。为什么？找不着腰。哎，他这个回答很巧妙啊。废话，你非得给聊尴尬了，你说找不着腰。废话，你这全是腰。我这腰比你脸还宽呢。我给你做一表演啊、哦、比如说脸上。谁脸上？我。就你的脸。哦，真好，没有嘲笑你的意思。脸上被蚊子叮了。或者蚊子撑着。哎呦，哎呦，这蚊子搓蚊子呢。好，泥儿再掉下来。有。好，蚊子死真惨啊。怎么了？还挺痒痒。痒痒怎么办？挠挠挠挠。往上面痒痒，往下挠。哦，是是是，看见了吗？挠开心了，你说。哎嘿，比如说腿上，往下边痒痒，又让蚊子叮了。哎，还挺痒痒。啊，挠挠挠挠，哎。嗯，哦，下边痒痒，往上挠。看见了吗？哦，往上挠。哎哎哎，这是规矩、啊。哎，规矩都是人定的，怎么挠都解痒痒。你上面痒痒往上挠啊，上面挠痒往上挠，下面痒往下挠，不好看啊。好看，再来回，来回来回来回，好，又叮了，还真招蚊子，痒痒，嗯，还挺痒痒，挠挠啊，来快挠，哎快，哎来，哎呦，好的嘞，这毛脸的和尚，这是是不是改孙悟空了？哦、哎，就你还孙悟空呢？改你大师哥了，这怎么弄？改你大师哥了。没了的，腿上痒痒，腿上，嗯，挠挠吧，蚊子叮了，哎呀，哎，这什么姿势？嘿，我腿翘得高高的。
是不是？这好像这好没这么挠的，是不是不好看？还狗撒尿这边不好看。是是是，这都是规矩。哦呦，他再比如说啊，嗯，大街上走着呢，大街上走了，他们后边有人喊你，就这个回身转脑袋，他都有规矩。你前面走，后边人喊，嗯，回身转脑袋有规矩。对呀，什么规矩？先转脑袋，先转，再转身体。先转脑袋，再转。没注意，没注意、啊。我给您做一个表演。您表演。我前面走，你后边喊我。我喊你。你看看我是不是先转脑袋再转身体？我喊你哈。啊。行，走。哎，大傻子。哎呦，叫大明星呢，可能是。哎，假装没听见是怎么着你？谁大傻？谁大傻？不是你不让我喊你吗？喊你小名吗？喊我小月。还小月，小月月也可以。怎么那么恶心呢？喊你岳云鹏不得了，别你小月，我再吐了，我一会儿。岳云鹏，哎，真是转脑袋啊，转身去。哎，傻子，去，傻子，我还排在二上，我还得。怎么着？你也去买药吗？没听说过，治病去是怎么着？你的药也吃光了，对不对？没有。这么一看还真是啊，先转脑袋，转脑袋就转身上，再转身体。哎哎，这是规矩。哎哎哎，不能打破它。不，怎么不能打破啊？你先转身上，后转脑袋。先转身体，对，再转脑袋，没错。不合适。合适。不好看。好看。再来一回。你来就好看，来。阿姨，阿姨看我啊。嗯。不要总看手机啊，这阿姨没有抬过头。可能也不认识你是谁，可能是。喊你啊，岳云鹏，谁呀？你不用知道我是谁啊。那个谁？不，我喊错了我。你再等我一会儿啊！我稍等啊！别哎呦，我来了。我走了一会儿。哎呀，傻子！这，你也去买药？你落枕了是怎么了你？不好看。您这身子这好，这脖子拧着，这不好看。哎。话说回来了啊，就是身上脑袋一块儿转呢，更难看了。哎，整齐呀、啊，整齐。来一遍呢，再来回啊，来回啊。岳云鹏，哎，这都比那还，这比那还瘆得慌。是谁？啊，爱是谁是谁吧。要不你上我前面来。我这咱们要别见面了。到底是谁？你别哎，傻子，这，您这干嘛挺尸了呀？这是不好看啊，诈尸的似的，不好看，这是不好看了。当然了，还有什么有规矩啊？举一个最简单的例子，您说说，说话都是有规矩的。说话什么规矩？不同的环境，不同的场合，嗯，说出的话来，声音大和声音小，它都不一样。这大小声还不一样？当然了。哪儿声音大呀？哪儿声音大？嗯，这个饭馆，哟，等，饭馆里面哎，您这个嘴说清楚了，是粪是饭？饭。这走的路不一样，知道吧？饭，哎，饭啊，饭啊，哎，范振钰啊，这个饭馆啊，说出的话来声音就大。饭馆为什么说话声大呀？哎，恨不得嚷嚷起来，恨不得打起来，才显得那么热情，那么开心。哪饭馆这么开放啊？这真的都这样啊？我就没见过。做一个表演。表演什么呀？比如说，啊、嗯，我是这个饭馆的小伙计啊、嗯，您来这个嫖客，咱们两个人，您来这个，您等，您来这个食客，您等，我伺候您。您说清楚了，我来嫖客，您来饭馆的小伙计是吧？您长得这模样呢？我有那么惹火吗？啊、没有，那么讨厌你好像。哎，饭乞儿，北京话叫饭吃饭的啊。哎，
在阿德莱德用英语来说就是顾客的意思。你俩就是普通话，就是还顾客的，吓我一跳，实在是不会英语，一句都不会，哎，但是照样卖票。这个咱们两个人呢啊，咱们做一个表演，好不好？气人不气人？你说是吧？做一个表演。行，这好比就饭馆了，哎，我这儿吃饭来，你来吃饭，说话声自然就大了。对了，当然了，是这样。哦，干嘛轰驴呢？各位里面请。啊，这是一饭馆。里边什么都有，有饭，有菜，还有汤，什么都有。走，看一下了。来了，先生。啊，来了。下什么？这是我们菜单，随便点，随便看，随便看，随便点，随便点一点，随便看一看，瞧一瞧。你这么贫呢？不看菜单了？怎么着，不认字吗？你不认字。跟你开玩笑。不会聊天呢，你。下什么？我吃的简单。啊。一盘花生米，二两老白干，三两猪头肉。一盘花生米，二两老白干，哎，三两猪头肉。没错。够吃的吗？管着管不着啊！这么大肚子，你甭管，上台，就点这么点，就点这么点。一盘花生米啊，两老白干，上两猪头肉，你尝尝，还挺快，你说是不是？您等会儿，行了。有没有觉得我讨厌？我这是不是觉得我很可爱？没有，对不对？没有，我想抽你，我告诉你啊。说话声音就您等会儿，您在那往这一嚷嚷啊，有菜有饭，这我都知道了。这过去解放前的那个老饭馆，现在依然这样。现在还得，就您这个嘴上驴踢了是怎么了？这真行这个。告诉你，解放前山东人开饭馆有那个喊堂的，嗯啊，里边两位请，二楼雅座，有这样的啊。现在没有了。现在吃饭的环境，大家知道西餐的环境特安静，对，都小声说话，生怕打扰对方，那叉子碰盘子声都不行。你小点声说话，小点声，不合适，合适，再来回。对，你都这样，你非这么嚷嚷干嘛呀？真行了，这人。里边请。这是个饭馆。什么都有，有饭，有菜，还有汤。来了，哎，人呢？明显有人问我话呀。哟，知道什么？这是菜单，随便点，随便看，随便看一看，随便。不看菜单，不认字吗？你不认字，吃的简单，吃什么？一盘花生米，二两两白干，三两猪头肉。够吃吗？你管着管不着，管着管不着，上台，警察！哎呦，改特务接头了是怎么了？这合适吗？这有点不合适了，这声音太小了，就得声音大。不，那哪儿应该声音小啊？声音小啊？公园里头。公园为什么声音小？两个青年人约会，恨不得全世界就这两个人听得见，你一言我一语，燕语莺声，低声细语。哦，就青年男女谈恋爱，不一定是男女。哦，他们两个谈恋爱，就是说话声音特别的小。咱说的就是标配，就是男女。你这个人说话我都不爱听。怎么了？还标配是男女，那高配是什么？男女女。那肯定买高配啊，对不对？顶配呢？女女女女女男。
顶配多少钱？不是，咱不是说就是标准的设置，就是一男一女吧。对对对对对。两个人约会，嗯，找一个环境非常优雅的地方。哪儿优雅？前面是山，后边是山，左边是山，右边是山，中间有一个长廊。这俩人坐盆地里了，这盖上盖不就埋了吗？这，反正，有山有水，有河流。两个人在那儿约会。哦。燕语莺声。青年男女。对了。谈恋爱。咱做一个表演。咱俩谈恋爱。啊。行，好不好？行，到国外了。分配一下角色，我来这个男生。谁呀、啊？因为我有阳刚之气，你来。你看你自己整尴尬了，你说。你来这个女生，因为我喜欢那种大胖娘们。玩去。他有肉感，太肉了也不行，你知道吗？是不是？不行，我来男的吧。你来男的。因为您来女，您多媚气啊！是不是？对对对。好。你长。但我不能生孩子。你生肯定也不是我的，是不是？您放心。好，就做一个表演嘛，好不好？您打那边来，我打这边来，是公园里约会，看看是不是说话声音小。那您就是您尽量能像个女的吗？我这样不像吗？哈哈，对。那我捯饬一下。我们说的是就外观像，不要性格像，一定要外观像一个，是吧？就是中年离异带了六个孩子的妇女，好家伙，好，哎呀，美不美？好，您就跟个三分熟的鸡蛋似的。这个大叔终于笑了哈，大叔你是心情不好是吗？今天，我能看得出来啊。是心情不好吧？本来挺好的，看见我心情不好了哈。本来挺好的，看着你晚饭都出来了。因为我们在台上演出，如果就有观众不开心，他一直不笑，对我们来说影响特别大。啊、嗯，开心起来好不好？没有什么过不去的事情，看我。我都这样，我还出来卖钱呢，还。要点脸吧。这就开始哈。就是您这样见面咱得打招呼是吧，喊名字。哎，瞧瞧，哎呀，真行。行了，今儿周末，嗯，就是约啊，就我那个朋友啊，见个面，嗯，也不是来没来。哎，就不能放我一次鸽子吗？来啦，来了，那个大秃子，您稍微等一会儿啊，我还等会儿，稍微等一会儿，稍微谁？你们家那姑娘叫大秃子呀？你这不是秃子，你什么意思？就年轻漂亮的姑娘啊？年轻，重来，年轻哈，来啦，来了。二秃子，哎，确实年轻了一些、啊。那是，怎么了？就不能叫秃子？人是个姑娘，这个名字带个花啊，带个草啊，好听点的名字呀。你还带花带草的？你叫我婉君好不好？婉君，婉君还？这恶不恶心你？还婉君了你还好？还他妈带花带草还得？咱来。来了，来了，你留神勒死自己啊！你快点，我也觉得自己特别恶心。带花儿啊，菜花儿。您呢？您再一次薛薇等一会儿好不好？老有薛薇呀，这不怎么又……你们家姑娘叫菜花啊？您行了吧？您差不多得了，这白花花的菜花挺好。你要绿的西兰花是吧？菜花凑合得了啊。菜花，土豆。你等会儿，谁家爷们叫土豆啊？我都菜花了，你凑合着吧啊。行，蔬菜谈恋爱了这是。嗯，菜花。
土豆，那什么，黄瓜最近好吗？黄瓜这不跟胡萝卜好上了吗？哟，那西葫芦多生气！搁那儿，搁那儿，你掉菜地里了你！行，彩花，土豆，我问你，你爱我吗？我当然爱你啊，我要不爱你我是茄子。你出不来了你。那个你都爱我什么呀？我爱你工作积极，学习努力，天天向上，爱帮助人。行，以后我们改。那个你还爱我什么呀？还爱你想不起来了。那反正也这样了是吧？啊，我也下个决心。怎么样？咱俩下月要不结婚吧？谈到这个话题了吗？我也是没办法。结婚就结婚。说好了。谁怕谁？那拉钩。拉钩。上吊。拉钩上吊。一百年不许别人。你躲开我！怎么这么恶心呢？我就给您做一个表演，看看是不是说话声音小。您的那一戴的头巾我就明白了啊！您这种谈恋爱的方式呢，是70年代左右，过去男女谈恋爱都倒背人的地方谈。现在也这样？有，现在没有，现在没有。过去呢，都怕让人看见男女谈恋爱什么的，都躲着那个没人的地方，又窃窃私语。那是过去，你看现在谈恋爱这个，你都不分岁数了，就你说连男女都不分了，走大街上拉着手了抱着就啃的有的是。你大点声，大点声！你这不是背人，又不是坏事，你大点声，不避讳人。对，有爱大声说出来吧，有爱就要大声说出来。对对对对，再来一回。大点声，来，非不非得小声。看，还真准点儿。又来，哎，好，终于卸去伪装了。好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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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今儿摊牌吧，咱就。来了，来了！你踩地雷上了，你。彩花，土豆。彩花，土豆。彩花，土豆了。彩花，彩花了。土豆，彩花八毛了。发芽了吧？跑这卖菜来了？你先卖的菜。甭废话，彩花，土豆。我问你，你爱哥们吗？我当然爱你啊，我不爱你我他妈茄子。哎，你都爱哥们什么？我爱你工作积极，学习努力，天天向上，爱帮助人。行了，还爱哥们什么？老娘想不起来了。跟我来横的。哎，哥们儿给你个脸。我不要。哎，哥们儿鼓起勇气。怎么着？我下月娶你。娶我娶我就嫁了。鼓起勇气拉钩拉钩拉钩。上不了一百年去你的。谢谢。哎，这怎么俩座儿缺了？对啊，缺人了，怎么吓跑了哈。感谢各位。节目是一场接着一场，刚才这个节目二位说的不错。对，下去休息一下。李鹤彪、韩鹤晓、这场呢又把我们俩换上来了。还是我们俩再给您说一段。对，其实也不是说聊天的。刚才我说说相声是为了赚钱。这句话真的怎么了？是真的。哎，不赚钱谁干这个呀？我们是为了养家糊口、没错。但是人家孙老师并不是。我怎么了？说相声是为了玩儿。我娱乐就喜欢这个。我不指这挣钱。家里有钱。还说这干嘛呀？特别有钱，富六代。哎呦，您等会儿，您等会儿，都富二代，我怎么六代？六辈人都有钱。哦，辈儿辈儿传。人说了，富贵无三辈。清官不到头。他人家富了六辈。好家伙，就那么有钱。是是是，那银行就存款的无数。哎呀，真的
我们这儿发工资了，嗯，我不要。说孙老师，这您的工资8000块钱您拿着，不多啊，8000块钱您拿着，我不要。哟，您拿着吧，你再给我。怎么了？站那儿，左右开弓，700多个大嘴巴子，扇自己，就不要。8000块钱，啊，就700多个嘴巴，啊，得亏我挣的少点，这是。你看这脸，你看看神经病吗？我，他最早的脸没这么大。哦，这抽肿的，都是山的吗？嗯，没听说过。就有钱，我经常上他们家玩去。啊，俩串门，他们家各种什么玩具啊，嗯，大人玩具、小孩玩具都有。你等会儿，就玩具，各种游戏机啊，什么都有。嗯，有。别胡说啊，嗯，是不是？嗯，还有一个特别值钱的宝贝。什么呀？聚宝盆。什么？聚宝盆，我不知道咱们阿德莱德有没有卖的啊。我不知道有没有聚宝盆，人家里有一个。哦，知道，是春节有卖的，就是那塑料做了那么一顶，完里边做点元宝一堆，完了有一聚宝盆，有，春节买。那对你来说就是个屁。我这屁还挺大，我这屁还。一使劲就放出去了。我来不了啊。他们家的聚宝盆，嗯，我见过。什么聚宝盆？我怎么你见过吗？我没，我就见过这个。别的吗？演的还挺好，你看看，表演是不是表演？我演什么？没演，我不知道我们家有这个。奥斯卡小金人，我送给你，好不好？他这玩意儿买来的，合着我们家那个，我送你。你自己买自己一个是怎么着？没有，没，我就知道那个我们家聚宝什么聚宝盆。我见过。什么？我见过。我们家的宝贝，我都没见过。我见过。你见过？嗯。怎么可能呢？这个真事儿。你怎么见呢？前两天我上你们家那个西单去旅游。哪儿？正好北京西单吗？你上西单逛逛街就算旅游了？你是不是住井盖儿里呀？人家牵牵手就算旅游，我西单怎么叫不能叫旅游？人家什么牵手就算旅游，不是有那么歌吗？人家那是旅游去牵牵手啊，不是牵牵手就算旅游了，是不是？对对，您那去西单您没地儿牵手去，反正就是买东西。嗯，路过他们家，我们家住那边。我抬头一看，这不是孙宅吗？啊，孙，哎，这个孙宅，我，哎呀，哎，各位，这个孙宅我抽你，我，你骂什么街呀？跟我这儿，谁骂街了？骂半天我不理他，完了，那大舌头骂街骂不清楚，骂孙子不叫孙子，叫孙宅。你当我听不出来呢？还这么会儿，孙杰，孙杰，嘛呢？过瘾呢？真行，这人我告诉你，孙福行吗？老孙家，老孙家，嗯，我抬头一看，这是老孙家，该泡沫，这我得进去瞧瞧吗？嗯，瞧瞧我们家。啪啪啪一打门，嗯，打里边出了一人，谁？刘大爷。嗯，刘大爷，哎，快，您等等。刘大爷，您等等。你好啊。您别好了，有日子没见了啊。你别见了，等会儿吧。老孙家，我们家。怎么出来刘大爷了？啊，刘大爷上你们家串门去了，他给开的门，这不是很正常吗？哦，串门啊！您说清楚了，吓一跳这。我说刘大爷您好啊，老刘啊，有人怎么没见您？您最近挺好的吗？刘大爷啊，我还行。嗯，你谁呀？这不认识啊？我是快递。哪快递长这么肉头？走。嗯，嗨，我是小月。小月，袁鹏，您不知道啊？嗯，真有意思。嗯，我说那个孙月在家吗？问我。谁？您等会儿吧，这是我们家吗？这个孙月，大胖子孙月。我呀，大胖子。在家没有？在家吗？那没有，没有。我没在，没在。嗯，你回去吧。哎哎，王卫轰我。怎么替我们家逐客呀？说的是啊，这不合适，不合适。你们都没见着我们家人呢。我说孙月没在家，孙大爷在家吗？我父亲，老头在家吗？嗯，嗨，你看他管什么用啊？你看他干嘛呀？哎，你这怎么了？这话说的，回去吧。怎么老轰你？家里有事儿了怎么着？我一瞧这有意思了啊。对啊，那不行，我得去瞧瞧老爷子。你瞧瞧我父亲，有日子没见，我寻思你瞧瞧怎么了？对，瞧瞧我爸。行吧，嗯，我就进去了。进去吧。进屋一瞧啊，嗯，他父亲正穿裤子呢。我父亲，我一瞧，我说这有意思啊。等会儿。等会，刘大爷上我们家串门去，你敲的门，
刘大爷去开的门，我父亲并没有出现。完了呢，你要进去呢，刘大爷往外轰你，最后你成功的进入我们家，我父亲在穿裤子。给我个解释。我解释得着吗？我解释。我父亲干嘛呢？怎么穿裤子呀？哎、什么意思？你误会了。我怎么误会了？是这样，他们俩人呢在玩呢，啊、知道吧？啊，我怕的就是这个。玩什么呢？还得脱裤子呀？你怕我也怕呀。废话，咱俩正好怕怕怕。这什么这干嘛玩什么这俩人？骑。骑你爸爸姓什么像？我什么是？你爸爸像我？你们去！我是你爸爸。这不是你爷爷，我是你。不是俩人干嘛？这是我们下棋呢，这是个游戏。下棋。你爸爸那剩一个军长，人家那还剩一个司令，他不是输了吗？谁输了谁脱一件，这不是很正常的吗？俩60岁老头下军棋，谁输了谁脱一件，你觉得我能信吗？里边哪么有个老太太呢？这都能算圆上来了，你就他们俩，老头没事儿，你脱衣服干嘛？这俩人说的是什么？看，我爸爸说脱裤子，哎，裤子一穿，呵，嗯、这不小月吗？是啊，你怎么来了？我说嗨，大爷，您挺好的，我这正好路过这儿，我看看孙月，看看您，嗯，您挺好的，嗯啊，我挺好的，那什么，你回去吧。哎，没这么简单，我告诉你啊。有意思了啊！那是叫逐客令，真是。我说那我不能回去。嗯。哎，突然间我想起来了。想起来了。你们家有一聚宝盆。不就是你们家那宝贝？我说老爷子，我听说您这儿有一个聚宝盆呐。嗯。您让我开开眼。开眼。我岁数小，我什么都没有见过。嗯。您让我见识见识。瞧瞧。话音刚落，再看他父亲。我爸爸。脸儿唰绿了，给我吓一跳。你爸爸才王八呢。怎么脸绿了呢？我说你爸爸是王八了吗？那脸绿了，那不是王八吗？那不。啊，那脸绿，脸变颜色就完了，脸变颜色了啊！你怎么知道？哎，我说我道听途说，我也没有见过，啊、到底有没有、哦？你让我看一眼，好吧？瞧瞧，哎，你让我看一眼，没羞没臊的劲儿。这就是你，嗯，换别人都不行，我都没让瞧。那什么，老刘，嗯、你先回去吧，回去吧。啊，反正今儿玩的挺刺激，改天呀、啊，哎，改天你再来，哎，咱们两个接着玩弄。这。这俩老头说玩的挺刺激，这都什么词儿啊？啊？那怎么说？你下棋就是，你不能说刺，你就是俩人玩的开心。好好好，嗯、老刘你先回去吧。嗯，反正今儿玩的挺开心。瞧、嗯、我爸爸这模样。改天呢？改天再玩、嗯，好不好？改天再下吧。再看刘大爷。嗯。我瞧刘大爷今儿吃亏了，可能是啊，不乐意这劲儿。行吧。哟。意犹未尽，那我走了，就走了，走吧、嗯。说着话，他父亲把我领到一个密室。密室？什么叫密室？您说说。屋子里全都是密。玩去，领到马蜂窝里来吧。秘密的房间。秘密的房间。哎，门锁着呢。好不容易密室里锁着。挂着一把锁。是。他父亲呢？从兜里掏出10000多把钥匙来。对了，10000多把钥匙、啊。您等会儿吧，那老头那裤子是自己脱的吗？站起来没跟上吧？那是10000多把钥匙，好，怎么了？那得多沉呢？那得，确实很沉。嗯，你好，一大圈，坏了，怎么呢？老头岁数大了啊，忘记是哪把钥匙开这把锁了。你看看，但是他很聪明，有方法，挨个试，没有比这方法再笨的了。怎么那么巧啊？最后一把就是，嚯！你打那头是不好吗？门也开开了啊，天都亮了。好，开一宿，中间开了一宿门。好，我买了2回饭。好，你也是饿。中间刘大爷来3回，就行了。那刘老头歇了吧，这行。没，我们家没他不热闹啊。总算是开开了，进屋我一瞧，嗯，我很失望。怎么失望了？屋子里只有一个桌子，桌子，一个大铁锅，铁锅，别的什么都没有。老头骗你的。我说大爷，您这不像话了啊。嗯，您是拿我们开心。我们岁数小，拿我们逗闷子是不是？老头开一宿门就为逗你，哪有聚宝盆？对呀、啊，你个傻本喽，你傻本喽，这什么？这都什么词儿？这都叫还本喽还得？那就是聚宝盆。哪个聚宝盆？一指大铁锅，说那是聚宝盆。
铁锅是聚宝盆。我怎么证明它是聚宝盆呢？对呀、啊。说着话，他父亲从兜里，嗯，拿出一个扳指来。他我爸兜里还真不少东西。哎，拿出一个扳指来、嗯，放到了这个大铁锅里。就这玉扳指。拿出来放到桌子上。怎么样？再看这口锅，你吓我一跳，大哥，你吓我一跳。你听相声，听相声，你颤抖什么？你还吓我一跳呢，你。他这样。废话，我是没跳起来，我是。拿出来放到桌子上，嗯、再看这口锅。怎么了？还有一个扳指。什么？还有一个扳指，拿出了一个，还有一个，拿出了一个，还有一个。就这么往外变扳指啊，这是宝贝啊，当然了，你琢磨有这宝贝，你以后春节你包一个饺子就够了。对不对？你有一个你就不愁一百个，是不是？吃货，吃货。为啥这英语吃货怎么说？铺地。什么？夫子，夫子，你才夫子呢，啊、你还谷子呢，你还，夫弟哈，啊，夫弟，啊，这是个大夫弟，还加个大字干嘛呢？这不是拿出了一个，还有一个，等东子说不要了，啊，把这个锅扣过来，再翻过来一瞧，怎么样？空锅一个，满满一桌子扳指，就是你不停，它永远啊，就，那只能变扳指。就没意思了吧？说的是啊，我说别的能变吗？嗯、比如说春节的饺子、嗯，对不对？包子什么肉龙？人民币，嗯，当然可以啊，钱也能变。说着话，他父亲从兜里掏出100块钱来，哎呦，人民币，人民币，红色的，毛主席，还新版，嗯，放到这个大铁锅里啊，拿出了一张，怎么样？再看这个锅，怎么样？还有一张，这就是印钞机呀、啊。各位拿出了一张，还有一张，拿出了一张，还有一张，这个、点钱了。我一看，这个钱花不了。怎么花不了、啊？号一样。哎呀，那咱就别搁一个地儿花，换一个小卖部。对，对不对？嗯嗯。它是钱呢，这不聚宝盆呢。等东子说不要了，把这个锅扣过来，再翻过来一瞧，空锅一个，就一扣过来就停了，一桌子钱。多棒！我说我们家这么有钱，我算是开了眼了。那是，咱俩我得问问去。大爷，我真的开了眼了啊！那我先回去了。走吧，走吧，走吧。刘大爷门口等着呢，咱们干嘛呢？这刘大爷，这昨儿得吃多大亏呀、啊？这得，咱们改天再聊。哎呀，改天再玩耍，好吧？我先回去了。走吧，走吧，走吧。老周该睡觉。嗯，在这吃饭。啊，吃饭。我不吃了，不吃。我应该请您吃饭，改天吧，好不好？你晚上买两顿都没给老头买。那我送送你，好不好？嗯。你怎么能送我呢？这么大岁数，上岁数没有送你的，传出去不好听。对对对，小月让大爷送他不合适，不合适，不合适。您回去。对，不行，我一定要送你。老头好客，我就这么轴。老头轴，您就这么轴啊？嗯，我还就这么拧，我就不让你送。这俩人，我必须要送，你给我回去。你干嘛？你给我回去吧！你还，你推他干嘛呀？坏了，那么大岁数，就这么一推坏了啊！再看他父亲，怎么样？紧退两步，怎么样？坐锅里了。就。我爸爸掉锅里了，这把我吓一跳啊！你赶快搀着啊！摔着怎么办呢？你把那个脊椎骨摔坏了。哎呦，大爷，您这么大岁数，您那么大岁数腰间盘就不好。您站好了，我给您。对呀、啊，担担妥，那腰间盘多不好啊，老头儿，腰都不怎么了。锅里还有一个啊，这也能变呢？哎呦喂！不是你行了吧？不好意思，不好意思啊！你赶快。哎呀呀，担妥。俩够了，你赶快扣。还有一个。还一个。哎、大爷，行。二位大爷，这边挪挪，哎，好，还让让地儿，还得，不大会儿功夫啊，弄一屋子这个哪个，让你妈也着急呀？怎么了？留哪个不留哪个呀？我全送你们家去我。最后我想出一个好主意。什么主意？把你妈推锅里。这没听说过。这像话吗？这都。行了，别说，哪儿都是你的妈妈。这。笑话吗？这拿我们家开玩笑是吧？哪里都是你的爸爸。不是，你才爸妈天下全呢，这是。昨天就是你的妈妈们的节日。啊，妈妈们的节日还得，甭来这套！我告诉你啊，怎么拿我们家开玩笑是吧？跑这儿跑外国拿我们家开玩笑，是人吗你？
这不是卖票了吗？谁没听说过卖票说你爸爸呀？我爸不乐意。我爸爸乐意啊。干嘛？你说干嘛？你捧哏的。捧哏怎么着？捧哏就挣的这个钱。没听说过。我挣的爸爸们的钱是怎么着？我得。真是我怎么吃亏？还生气了？我怎么吃亏了？感觉人家于谦祖宗十八代死光了，人家说什么了？废话，于谦祖宗十八代死光了，那是真的。我这父母都好着呢，我们家里，那没开玩笑，这人跟你师傅一样啊，这人都。干嘛？你说干嘛？瞪眼。怎么了？不是你嗓子狗呢你？卧哪儿？我卧什么卧？我蹲下都费劲，我还卧哪儿？我还干嘛呢这你？这不开玩笑呢吗？谁跟你开玩笑了？你说谁相信？谁相信？你说有信的，有信的，你看有信的吗？那我没有办法了，对不对？说废话，这都是你散出去的，那你开什么笑你？夸夸您吧。你还能夸夸我就你？其实啊。他真的是有钱。有钱怎么了？把所有钱都给他了。废话，我继承。这叫什么呀？嗯，千顷地一棵苗。我们家为什么这么说呢？嗯，因为他这辈人特别少。就我这辈人少。你这辈就你自己，对不对？对对，我这辈我。但是你爸爸多。你爸爸多。你爸爸都变出来的。你没完了是怎么着啊？那我把锅扣一下好不好？你扣上也那么些了，知道吗？我不能挨个再拉过来放血。这像话吗？这都，你父亲这辈人多，我，对不对？您呀、啊，您说清楚，就是我父辈这辈人多。你看啊，嗯，咱算一算啊，您算，你有一个大爷，我一大爷，对不对？嗯，你看啊，你大爷，嗯，我大爷，对，你大爷，你大爷，你大爷，有骂街的嫌疑，看见没有？我告诉你啊。没有嫌疑，纯骂街呢。啊，对了，我早该骂你了。你看啊，你大爷，嗯，你有一个三叔，你看有二大爷，没错，老哥仨，没错，老哥仨就他自己，这叫什么？哎，千顷地一棵苗，格外的疼爱他。我这不明白了，我一大爷，我一三叔，我还二大爷，这里没我爸爸呀。不能，我爸爸去哪儿了？你爸爸在锅里。没听说过，你爸爸犟着呢，真是的。不是哪是我爸爸？没我爸爸这里头。你大爷，你三叔，你二大爷，大爷三叔二大爷。哎，你看没了，我爸爸找不着了。我明白了，你管你父亲叫二大爷。我管我父亲叫二大爷，你管你爸爸叫四舅母啊？说话脏，废话，就我爸爸行二，你父亲行二，我父亲二，到他这就他自己是。你看你大爷没儿没女，老头没儿没女，对。你三叔不孕不育，对，没有，到他这就他自己。哎，您这个有点难为我三叔了，你知道吗？就是我大爷没儿没女，这对我三叔怎么能全占了呢？我三叔顶多就是。不育，那谁不孕？得是我。你三叔跟你大娘不孕不育，对不对？你大娘不会生孩子吗？我三叔跟我大娘不孕不育，我大爷乐意吗？你大爷很孤单。你等会儿吧，你啊，您这说乱了，知道吗？就是我大爷大娘不孕不育啊，我三叔没儿没女，孤老头子。啊，一辈子没结婚，一辈子没结婚，老光棍，老光棍。他父亲这儿就他自己，就一个，格外的疼爱他。三家嘛，就这么说啊，讲一个小故事。您说，他小时候，我小时候，他刚生下来那会儿啊，17斤，这叫巨婴啊，17斤顺产，顺产。那我妈没来英雄母亲的奖状啊，顺17斤，7斤。七斤，对，七斤。我觉得像你这样的身材，你生下来应该27斤，我觉得。甭废话，你生的脑袋就7斤，我说。7斤。哎，行。他母亲，你那个刚生下他那会儿啊，就奶水不怎么足。啊，对，有这样的。奶不够，他小时候就爱吃。对，小时候都吃奶嘛。天天吃。母乳喂养，对。
母乳不够怎么办呢？怎么办、啊、为了他请了四个奶妈。为我啊，请四个奶妈，四个奶妈都带着奶来的。废话，不带着奶来那是给我请的吗？真行，你看他还有理了，你看。废话，不带着奶来那是给我请的吗？奶妈的带着奶啊。对了，四个奶妈八个奶，知道吗？您就别算这么细了，行了，你这。这都知道，你就别算这么细了。这在国内我不说这段废话，你咱还得回去呢。真是别往外散啊，就听听听听就得了。算这么细干嘛？你听就得了。四个奶妈八个奶，早上起来哎这哎噔噔噔噔的就出来了。就行了，您是吃过见过呢，是不是？为了他嗯请了一个验奶师。验奶师啊，干嘛？就是检查呀、啊。验奶师外请的啊，花钱请的啊。你花那钱干嘛呀？你让我三叔来呀、啊？你万一成了呢？我也说我吃我三婶奶长大的。你真成不了，成不了。什么叫成不了？请了一个验奶师，这职业真好。早上起来八点钟。啊，四个奶妈一人翻一欧，什么欧啊？四个奶妈是猴是怎么着？还翻一欧干嘛？这是欧，不是叫唤的，九欧嘛。阿德莱德就叫九欧。您等会儿，就您这嘴型，九欧就直鞋底子。我告诉你，九周还九欧，还得九周，在咱们这儿不叫九欧啊。不叫啊，行，九盅酒杯，一人发一九盅，就发四个，八个奶非得发八个吗？你这是歧视人家了，嗯，四个奶妈就挤，你知道吗？哎，这、啊，咱俩说说得了，就别比划了，你知道吗？有的互相挤，你知道吗？你怎么这么兴奋？你干什么？话，我不说了，有你这样的。给我回来！这怎么说？废话，这还有互相挤的呢！你脸红什么？你废话！我告诉你，哎，但凡咱俩能回国，咱俩再说。眼泪都出来了，你这干什么？废话，想了。废话，你琢磨这画面，你不脸红啊？怎么想了？是不是？废话，好家伙，我小时候这么他眼泪，你看看，我这多不容易，人家，我小时候这么幸福的，你不是也有吗？好好的，别比划了，你说的我这都没心思了，我告诉你，捧哏都没心思了。嗯，来吧，有的互相挤，你知道吗？行了。你说挤完这四盅奶干嘛吧？后边没有意思了，你过瘾来了你。行吧，嗯，就这么着吧。哎，四个酒盅啊，就四个奶妈的奶摆在那儿，一二三四啊。哎，等太阳。干嘛等太阳？太阳出来，对，晒奶晒奶。哎。我们家这么有钱就没个炉子吗？哎呀，大姐，你是做过奶妈吗？是吧？没有啊。你这么一说，还挺有食欲。脸红什么？啊哈哈！没找过去啊，就是什么呢？晒完了，一看一层油皮儿，这不能喝。这为什么不能喝？对，有油，哎，这奶妈抹油了，可能是奶妈。里边有黑点儿，不能喝。为什么？珍珠奶茶这是。对，黑芝麻味的，知道吗？哎，姑娘，要不你上来，咱仨说好不好？有点渴了。
干热台上，是不是？嗯，嗓子干哈？对你怎么样？嗯，反正需要、嗯，差不多。行行。然后呢？嗯，特别轻不行。啊，这轻奶就没营养。哎，嗯，泼到了墙上，一看，哎呀，这个形状好。啊，这个形，哎呀，但是不能喝。为什么呀？喝，他因为他收不回来了。就这一杯好奶给泼了。再一看，四号奶妈。哦，这四号奶妈。四号奶妈，你过来。哦，四号。喂奶。你看每天你看看。四号奶妈噔噔噔噔就跑过去了。这行了，这什么形容词儿的都是。就给你喂奶。啊，四号奶妈。你就这么长大的。哦，我这是吃的奶妈奶长大的。那可不，天天换呀，四个奶妈。你看这玩意儿，我老幸福了。嗯。那特别的幸福。我都不希望长大。为什么这么疼爱他？为什么呀？有原因。您说说。没他之前啊。啊。有一天，他母亲做了一个梦。我妈做梦，梦见南天门开了，天上南天门，大里边出了一牛，牛驮着一老太太，老太太怀里抱一小孩，小孩脖子上有个锁，上写四个大字：长命半岁。半岁，好家伙，夭折了我这个，百岁，长命百岁。哎，老太太穿着唱戏的衣服，唱戏，身后头一个男的，一个女的，一个人手里拿一大梭了蜜。缩了蜜，然后这个老太太把这孩子递给你母亲，哎，你母亲接过来，扑哧一乐，哎，醒了，行了，行了，哎呀，行，你说你没文化这样了，我告诉你，我要不你说前面那么开心呢，你这后边沾着有文化的就没有了，告诉你，您就别胡说行吗？南天门开了，那是牛吗？那个都南天门是不是？南天门对，出了一牛，那不是牛，那叫麒麟，郭麒麟，郭麒麟干嘛呀？郭麒麟干嘛呀？麒麟瑞兽。麒麟对，老太太，老太太是宋子娘娘，穿唱戏的衣服，凤冠霞帔，抱着小孩，那小孩的我，就是你，就我，长命半岁，百岁，我半岁都得死了，长命百岁，百岁，一人身后的一男一女，金童玉女，一人手里拿一大梭了蜜，还梭了蜜，还，那叫龙凤扇，还梭了蜜，举俩棒棒糖不好吗？真行，这叫麒麟送子。麒麟送子，麒麟送子，说的就是你啊。对，真好。是，你母亲接过来，扑哧一乐醒了。是啊，转个天来跟你父亲一沟通啊，你父亲也做了一个同样的梦。你看看，梦梦相同，没错，心有灵犀，你有灵犀。你猜怎么着？怎么着？不到一个月啊，他父亲怀孕了，我爸爸怀。哎呀呀呀呀！哎呀呀，别真的了，绝了，绝什么绝了？老太太送反了，知道吗？送给你父亲了呀？没送，我妈怀孕的。我妈怀了，你妈怀了，我妈怀了啊，哦，不到一个月，她母亲怀孕了，没错，跟她父亲没关系啊，有关系，有关系。我们家这真乱，让你说有关系，在你父亲大力配合之下，你母亲怀孕了，行吗？行吧，我就别拦着你了，指不定还说出什么来呢。行，这不脸红了，你看看啊。那是没我那时候。你母亲怀孕了，嗯，按说啊，十月怀胎，一朝分娩，都十月嘛。我不知道咱们阿德莱德是不是十个月啊？哪儿都是。但是，啊，全世界都十个月。十个月，啊，是十月怀胎，一朝分娩，嗯，是。他十个月没有降生，啊？嗯，我到日子没出来，没出来。有人说哪吒，哪吒十一个月、十二个月都没有出生，哪吒他十三个月都没有出生，我就，啊，又判了是怎么了？有人说了啊，嗯。过月的孩子贵如金，没错。秦始皇十四个月才降生，秦始皇十四个，他十五个月都没有降生，我比秦始皇还多一个月。一直到了十七个月，他父亲着急了。十七个月，我怎么办？对呀，我怎么办？老刘，你说我怎么办？老刘，我应该怎么办？哎，老刘说，那跟我有什么关系？我让你要这个孩子了。你等会儿，老刘急了，当时你等会儿，打着没我的时候，家里就有老刘了。我是不是得管他叫点什么呀？我得，那不是刘大爷吗？刘大爷，刘大爷是吗？不容易吧？刘大爷没有老刘了啊！十七个月没有降生怎么办？对，想想着急呀，着急吧。肚皮上写的呢？我妈肚子上写了，保质期十八个月，过期不能要了。我妈是罐头啊，这怎么办？没有，北京城请来四大名医啊，四个名医，什么骁龙有孔伯华，嗯，就这帮人，世纪末方世山。对了，他四个人在你身上，在你母亲身上摸索半天，不知道怎么回事啊？这四个是流氓吧？没有摸出所以然来。
哦，不知道怎么回事，是四个啊、嗯。又请了一位九十多岁老中医，九十多岁，号脉，号脉啊、嗯，各种揉脉。哎，等会儿，什么脉这么揉啊？啊，搓脉，搓脉，搓脉。您等会儿，不是这是老中医是验奶师的是。好好的，不提验奶师，一会儿你又哭了，又哭了，哭得开心，嗯。号脉，好好的。哎，号出来了，号出来了。恭喜先生，贺喜先生。怎么的？您的夫人啊，怀孕了。出去，出去，走。拉出去活埋了，去。我能不知道她怀孕吗？拿眼瞧也能瞧出来了。这都十八个月了，为什么不降生啊？你看看，对啊、你看看，是男是女？你给我说出点东西来呀、啊。你给子丑寅卯说说。啊。恭喜先生，贺喜先生。怎么呢？您的夫人给您怀的是一位令郎。哦，令郎，你父亲听怎么着？狼啊，狼，白眼的四眼的。四眼狼。我好害怕，我好害怕。你别害怕，老刘，咱俩过。这。我活这么大，没让老刘把我害的就不错。我告诉你，那令郎公子大少爷是一个男孩。男孩。可是我们不能报喜不报忧。怎么呢？我们保大人保不了孩子。哎呦。保孩子保不了大人。不能两全，母子可不能双全。哎呦，你父亲一听这个生气了，是着急了，着急。你说什么呢？对呀、啊，说什么呢？母子不能双全。对，我都不要了。我，老刘，你等会儿，去，老刘，我弄死他！我都得要啊，都得要，老刘不要了，都得要，都得要。这怎么弄？你说怎么办？怎么办？花钱，花钱，花钱，花了多少钱？花多少钱？搁现在的话来说啊，您说，人民币四十来万，四十又娶一个是怎么着？四十来万，什么叫又娶一个？这么贵的吗？其中有一位贵重的药材，啊、什么药材？铁甲将军一对，防盗门，给我妈关起来，不让我们跟老刘见面，是不是这意思？说什么呢？说什么？什么的铁甲不防盗门吗？铁甲将军啊，用文言文说就是屎壳郎，就那枪狼虫啊。这屎壳郎有什么用啊？花了人民币四十万，四十万买俩铲屎的，怎么了？那有什么用啊？怎么不好弄啊？这还不好弄呢啊？哪儿那么贵啊？找个垃圾场灌上水就全出来了。你说那是普通的屎壳郎，还有不普通的？好东西得分产地，还有产地得印度屎壳郎。您等会儿，为什么印度啊？它耐热，到肚子里死不了。哦，到耐热到肚子里死。您等会儿，您的意思是到肚子死活着吃？当然了，赶紧打包人去买，没有三天就买回来了。还真快，顺丰快递快呀！你别说这个，老广告着了。就买回来了啊、嗯！打开一看，一官老爷，一官娘娘，这怎么不一样啊？一公一母。哦，老中医亲自看着你母亲吃药。缺半个腿少半个爪，完这钱可就白花了，就活着就送下去了。亲自看着你母亲两个屎壳郎下去不到十分钟、哎、你是咕咕坠地平安降生啊，真灵啊。灵不灵？真灵，没个不灵啊。怎么的？屎壳郎下去啊，推着你就出来了。对，你才粪球呢。谢谢各位的热情掌声。刚才这个节目，刘鹤春还有史爱东，史爱东给您说了一段。嗯，我们两个走上台发现没有人走啊，我看楼上稀稀拉拉有一些走的，可能就是票稍微的便宜一些，不太珍惜哈，啊，没有关系，没有关系，嗯，感谢各位的这么长的时间的等待啊，这么长的时间忍耐啊，我们又来了啊，给您唱一回。熟悉我的朋友都知道，我是一个比较喜欢唱的一个演员。您是爱唱啊？对，因为这个嗓子好，打小我就保护着这个嗓子。真的，就长大以后就抽烟，这两年学会了抽烟，把这个嗓子给糟践了。哎，没有关系啊，今天我拿出我最好的状态。哎，咱能不胡说八道吗？怎么了？你当这么多岁人面，人家这家丑不可外扬啊！你哪有什么丑啊？问题是，你嫂子好，你告诉我们干嘛？你还打小保护你的嫂子？怎么听说，长大抽烟就给人糟践了？怎么了，哥？哥，你怎么了？我没怎么，我就掉沟里了。嗯，那得多大的沟啊！你管着管不着。谁说嫂子了？嗓子。对呀，嗓子。哎，
还不错啊，是给您唱一回。好，这样吧，孙老师，我出个主意。什么主意？我唱一首歌，我让你猜好不好？猜名字。嗯，好啊。谁唱的什么歌曲？哎，这没问题，稍微有些难度。没有难度、啊、注意听啊，这一般歌曲这好猜名。当你老了，第一句就是头发白了、哎、知道知道，睡意就知道第一句就告诉我昏沉。行了行了，哎，当你老了，行行行行，又告诉我一遍，走不动了，行行行行，哎，炉火旁打盹，回忆青春。什么歌？拦你半天了，你没知觉呀？啊？什么歌？当你老了。当你姥姥。哎。当你姥爷。当你祖宗。我当你祖宗。当你整个小区的祖宗。那还得给你立个碑呀、啊。您等会儿，您等会儿，谁占你便宜了？你说当你姥姥。我当你姥姥干嘛呀？我当我还当你女的，我还得。当你老了，当你老了，老了，对，这怨我了。哎，我把歌名啊给唱出来了。我第一句就歌名，你听这个吧啊，歌都哪样？这规律知道吧？听这个、啊，是哪个样子？女孩的心思，男孩你别猜。女孩心思，男孩你别猜。谢谢谢谢，我能记下来就不易哈。好好好，你听这个啊，来，打起手鼓唱起歌，打起手鼓唱起歌。嗯，第一句就是，太简单了。送分题。雾里看花，雾里看花。谢谢。你现在唱的我信心很足啊。让我们荡起双桨。让我们荡起双桨。荡起双桨，行了啊。这怨我了啊。都是第一句啊，都是第一句，很简单。阿莲，阿莲。这比那短多了。是否对你承诺了太多，还是我原本给的就不够？这名字这么长呢。你始终有千万种理由，我一直都跟随你的感受。这就是第一，让你疯，让你去放纵，以为你有天会感动。关于流言，我装作无动于衷。你们的第一句得唱一遍。直到所有的梦已破碎，才看见你的眼泪和后悔。我是多想再给你机会，多想问你究竟爱谁。既然爱难分是非，就别逃避，勇敢面对。给了他的心，你是否能够要得回？开第一句了，开第一句了，唱回来。怎么忍心让你受折磨？是我给你自由过了火。哎，过火。你有毛病啊你！是不是过火？吓我一跳。你也没跳啊你！是过火吗？过火。你看我还知道这首歌是张信哲的一首歌曲。对，我相信不管是哪年来的安德拉德、嗯、我都觉得这首歌你一定是有感觉的。没错，听到这首歌的时候你会回想当时我在干什么。哎呀，你会一下就回到当时的一个场景。嗯，我特别喜欢这首歌。是吗？我也很喜欢张信哲，但是通过这首歌，嗯，我对张信哲呢有一些个看法。什么看法？我觉得不诚实。不诚实，不诚实，怎么呢？歌词里面体现了。是啊。关于流言，我装作无动于衷。关于柳岩，他装作无动于衷。我做不到。看着就结合，嗯。我做不到，是是是。燕子，他在我心里就是燕子。这不诚实，没你我怎么活呀，燕子！我鸡皮疙瘩都起来了，是不是？嗯，不诚实，真不诚实。哎，刚才唱的这些，
下场啊，我给你唱一个最近比较喜欢的一首歌。什么歌？橄榄籽儿，唱给阿德莱德的朋友们。什么叫橄榄籽儿啊？哦，对对，橄榄菜。哦，橄榄。唱给今天在座的各位。不是不是，橄榄油。橄榄核不好吗？橄榄核，唱给大家。什么橄榄核？橄榄树。对，橄榄树。别丢人。齐豫的一首歌曲。对对对。提起齐豫，可能没有那么大的名气。嗯。他的弟弟叫做齐秦。没错。姐儿俩都是唱歌的。一家子，对。齐豫。对。叫做。从姐姐那儿论，叫姐儿俩叫。叫做橄榄树，唱给今天在座的，我特别喜欢。是啊。不要问我，哎呀，啊，不能听啊！一听我就醉了，真的。哎，兴奋兴奋，唱完了您再醉，一句就。不要问我，哎呀，受不了受不了啊！唱唱。不要问我太阳有多高。我会告诉你我有多真，休息了。不要问我星星有几颗，我会告诉你很多很多。哎，齐豫啊，你告诉我这哪句里边有橄榄树？这是齐豫吗？这不玉莹吗？嗨，唱成玉莹了，哎，对不起，对不起。不要问我太阳，不要问我从哪里。不要问我从哪里。不是这调儿，哦，不要问我从哪里来。哎，改我妈妈了。我的心牵着你。你会不会唱啊？不要问我，不要再问我了，好不好？你这么笨呢，啊？你听着，你这都不会唱。不要问我从哪里来，这我就纳闷儿。你说你这演员，你看这逼，哎，这逼得我都没辙了。我告诉你，这玩意儿真行着，真行。嗯，谁我？你唱吧。哎，别。退去啊！别刺激他，你这玩意儿气性大着，你刺激他。票房早下班了，你退去啊！再说了，你听相声听到这会儿，你要退票，要脸吗？还要脸吗？这人这心可寡妇了，你知道吗？这，你别气他，这您唱的好啊，是不是？对，我哪能跟您比得了啊？那是。不是，您来。不要问我太。不要问我，你来。不要问我从哪里来。哎，哇，好听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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不要问我从哪里来，我的故乡在远方。不是河南吗？那个，对不起。好听吗？我也是嘴欠，我也唱河南的好听吗？好听，你试试。不要问我从哪里来，我的故乡在河南。多好。为什么流浪？流浪远方。流浪，都听得跟逃出来要饭的似的。为了天空飞翔的小鸟，为了天间清澈的小溪，为了梦中草原。
有了，有橄榄树了，有橄榄树了。嗨哟，嗨哟！不能，还有要干嘛？你这是，就是再挤一挤是怎么着？这四个奶妈儿，对，听着跟骂街似的，八个奶。这个说相声啊，嗯，跟这个歌曲我觉得有点关系，还有共通点。说相声以北京音为主，北京话，甭管从南到北，从东到西，甭管是哪个国家的人说相声，在哪个国家说相声，对，他都是以北京音为主，北京话、普通话，北京话幽默，对。能形成这个巧妙的方式比较多，北京话的语系，还有这个儿化音。儿化音，对了，有的儿化音搁的地方不一样啊，就北京话的儿化音，有的搁的第一个地方，嗯，中间那个地方，最后那儿，就是这个儿化音加的地儿不一样，都不一样。说这个馅儿饼，馅儿第一个字就是儿化音，哦，馅儿后一个儿化音，哪儿去哪儿，对不对？儿化音，中间那个字也有，是啊。说这人特别轴怎么说呀？轴怎么说？一根筋，哦，一根儿，一根儿。三轮车，轮儿，哎，这是儿化音，儿化音。最后那个字更多了，您说说，什么于谦儿？于谦儿，抽着烟儿，抽着烟儿，烫一卷儿，是，穿一花裤衩儿，你看，儿化音。这感觉于谦儿是下夜班的，这是。但是这个儿化音加到歌曲里头就不好听了，是吗？当然也不能这么绝对啊，您说说，有那么一两首。加儿化音是好听的，好多那个民歌都是儿化音。我给您唱一个加儿化音好听的歌曲，好好好，特别好听，注意听。展示一下啊，民歌。马儿哎，你慢些走哎，慢些走哎，你看多好听，哪儿好听了？怎么这么难听呢？这个，我是那马，我跑得更快了。我告诉你，不好听吗？太难听了。您就别学了，但有的歌加在歌曲里头就不一样了，是吗？不好听，有的歌就不能加，改变了它的意境。您来来，你是我的眼儿，好，带我领略四季的变换，因为你是我的眼儿，让我看见这世界就在我眼前。好家伙，坐在地图上了。不好听，我说我的眼里只有。哎呦，行了行了，听着就疼，是不是？是是，不好听。是是，我再给您唱一个别的啊。来，好的。唱一个什么呢？什么呢？哎，啊，孙老师会唱。我哪会唱啊？最炫民族风。哦，我没有，我真不能。我这嗓子唱不了歌，一句半句还行，得您来。装。妈呀，您是明星啊！是不是？妈爱听这一句。哎呀，这句百试百灵，我告诉你。你唱一个呗。我真来不了，您来吧。你要不，大伙都买票了，你不唱有点。不，买票我一唱就不值了，这。我真唱不了。你这有点厕所里跳高。这怎么讲？过分。哟，那我要是唱了，我就是厕所里跳歌没跳过去。怎么样？找屎。你跟我玩幽默是不是？谁跟你玩幽默呢？玩歇后语是吧？您来，您的嗓子多好，是吧？苍茫的天涯是我的爱，啃在地上。连绵的青山脚下花正开，什么样的节奏是最呀最摇摆？什么样的歌声才是最开怀？我们要唱就要唱得最痛快，苍茫的天涯是我的爱，怕没听清楚。连绵的青山脚下花正开，什么样的节奏是最呀最摇摆？什么样的歌声才是最开怀？我们要唱就要唱得最痛快，苍茫的天涯等会儿迷路了是吧？啊，往后唱。你是我天边最美的云彩，让我用心把你留下来。悠悠地唱着最炫的民族风，让爱卷走所有的，让爱卷走所有的尘埃。谁说亚麻的？你看，还有其他的艺人啊？亚麻的像话吗？真是别。别胡说了。你是我天边最美的云彩，让我用心把你留下来。
悠悠地唱着最炫的民族风，让爱卷走所有的尘埃。这是组团来的，全是亚麻袋。那是那是。一提这个亚麻袋，这大叔还是没有笑。大叔纯洁，不懂。大叔，我喜欢你，真的。远离这个世界的尘埃，真的。特喜欢您这个淡定的感觉，特别好，对，特别好。你就刚才那个那儿，你笑了。这行了。他就刚才四个奶妈八个奶那会儿笑了，你不要说他，我都笑了。真的，亚麻袋都不知道什么意思吗？大叔，我为什么下去？下来教教你。别闹，我哼这歌吧，好不好？我哼这歌，这是啊，女儿国。这是来妖精了，这是妖精们都来了。女儿行，我前天吧在墨尔本我已经唱了，唱这是我这是西游记的一个插曲，女儿国其中一集女儿情。对，国内有一个节目叫做歌手，这也能看见，能看见，能看见，就是李健健哥请我去唱的那个节目，我们一起唱了这个。这是属于双剑合璧啊！谁再说牵手未遂，我就自杀，好吗？不能叫未遂，别！什么叫牵手未遂呀？没有这么说话的，那不能叫未遂。不，别说，就是没牵着，说白了。还未遂，他不懂明白什么意思，你知道吗？对，哎，非得说清楚了，特别好听。其实建哥要想要讲一个故事，他来演这个唐僧，我来演女儿国王。哎呦，其实看似特别不搭嘎的一件事情，但是可以理解李健的一些个用心情怀，一些情怀。他就想演一个唐僧与世无争，就好像这个大叔一样。然后呢？然后我来演女儿国国王，他就你还演国王呢？对，他看不上我。是唐僧就看不上。其实那个词儿特别的好，鸳鸯双栖蝶双飞，对，满园春色惹人醉。我是15号的总决赛，总决赛就是直播。我14号才见到建哥，我说怎么办？我应该跟您怎么合作这首歌？头两句谁唱？建哥说你唱吧，你是女儿国国王啊，应该你唱啊。我说那好吧，我就唱了几句。这么唱的，鸳鸯双栖蝶双飞，满园春色惹人醉。我自个儿觉得还不错，还行。但是建哥说这两句我唱吧，在人专业的耳朵里就不行了。当时就好像啪一个大帖子打过来，打到脸上，啪啪打脸，真的是这样。是是是。我觉得唱的还行啊，建哥。还行。为什么您唱呢？他说歌词是这样：鸳鸯双栖蝶双飞，你唱的是鸳鸯双栖蝶双飞。你还是你孝顺。是啊，他虽然这是你的一个愿望，但是不合适，并不合适。这是你的孝心啊。鸳鸯双栖蝶双飞，蝶双飞，你说哪位老头？满园春色惹人醉。其实中间唱的时候啊，我们每次排练的时候，建哥跟我站的比较远，比较远。他建哥唱歌有一个毛病，就是手转圈，就往外输送情怀的感觉，手在这画圈。虽然我正当少年，正当少年，他把手伸过来了。我一看，那我签吧。我刚要签，建哥就收回去了。当时说实话，真的比较尴尬，比较尴尬。到最后还有熊天平的《你的眼睛》，不让你的眼睛。有太多太多泪不，哎，又递过来了，我一看，泪不停。
就又收回去了。你也是受过训练是、啊、你才狗呢，就是比较尴尬的一件事情啊，比较尴尬。女儿情唱两句给大家听，好听与不好听各位担待着听好不好，来两句。鸳鸯双栖蝶双飞，还是蝶双飞啊，这句能不能正式。满园春色惹人醉，悄悄问圣僧女儿美不美，女儿美不美，说什么王权富贵，怕什么戒律清规，只愿天长地久，与我意中人儿紧相随，爱恋意爱恋意，愿今生长相随。不让你的眼睛再看见人世的伤心。您躲我躲我啊，我怕你咬着我。五环之歌唱给大家，会唱的咱们一起唱啊，这是我的一个成名曲。哎呦，一说相声有成名曲了，你啊，五环，你比四环多一环，啊，五环，你比六环少一环，终于有一天，你会修到七环。修到七环怎么办？你比五环多两环。哎，这首歌刚这个歌词特别的高大上，有种什么高大上，特别伟岸的感觉。我十一那加减法会就行，会唱的一起唱啊，咱们找一找演唱会的感觉啊！演唱会，各位不要吝啬自己的嗓音，咱们嗨嗨皮皮的唱起来！啊！啊！上面的朋友。让我感受到你们的热情。修到七环，你比五环正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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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但是呢，我感觉有很多朋友不好意思张嘴唱，要脸。各位记住，以后五月十五号，今天是五月十五号吗？以后五月十五号就是国际不要脸日，好不好？没听说过。今天咱就自己成立的，咱就都不要脸了，好不好？嗨嗨皮皮的唱起来，度过一个开心难忘的十点多啊！十点多，你啊。哎，对了，大叔开心。大叔也跟着唱呢，你要脸是不是？奶奶张嘴唱，哎，怎么办？难为奶奶了。你比五环，太好了，太好了，还真配合，真是的。嗯，包括这奶奶就洋溢着笑容，其实我特别的感动。怎么呢？我们能把这个笑声传递到这儿，千里之外了，真是千里之外，万里之外，是能够让大家感受到这个中国相声的魅力。我们现在算国粹了。我们不知道我们有没有魅力，反正就是想把
想把笑声传递给大家，传统艺术嘛，哪怕有些干净的，有些不干净的，四个奶帽八个奶，这都无所谓。行了，行了，那四个奶帽火了，你说这都无所谓，无所谓对对啊，一听一乐，一说一忘就完了。真的是，嗯啊，又来了，后面的朋友。国际不要脸日啊，嗨，有这么个日子，终于有一天你会修到七环，开心，我真的很开心。既然这样的话，我卖卖力气，怎么着？青藏高原唱给大家。呦呦呦呦呦！是谁带来？是我。您冷静一会儿啊，岳老师，您别一高兴什么都唱。我开心，我知道你开心，我嗨，我瞧出来了，我瞧出你嗨来了。就是青藏高原，您想清楚啊。嗯，因为前边的好唱，嗯，后边有一句高八度，你想多了。我怎么想多了？我唱不到那儿就死了，死半道了可能是。是谁带来？是谁留下千年的期盼？难道说还有无言的歌？还是那不能忘怀自己会溜自己了。一座相连亚麻得。行了，这什么词儿啊？啊？怎么了？你什么词儿啊？亚麻得呀。哦，对不起，留下来。不是亚麻得，我最近拍了个日本片，我可能、哦、啊，等会儿，日本片、嗯，大制作小制作呀？小制作、哦，俩人那种，场景变过吗？行了，反正我吃药了，然后呢，就是老 NG 可能是，就是亚麻索，亚拉索，亚拉索。那就是青藏高原，亚拉索，那就是青藏高，一起唱，哎，一起唱，谢谢。刚才这是学歌曲，瞎说瞎唱，对，我也不知道朋友们喜不喜欢，反正我们站在这个台上。放眼看去，今天在座的每一位观众都洋溢着笑容，都挺开心。除了这大叔、嗯，但是都不重要。大叔可能是心里美。嗯、唱一个男的歌、啊。你看这大姐说了，大姐你唱一男的歌。你唱一个男人的歌，为什么只唱女人的歌？哈哈。为什么呀？那你是难为我。对啊，你和女人何苦为难女人？他要认了就没有办法。这每个人的嗓音啊就不一样。对。不一样、嗯、我刚才没有唱男人的歌曲吗？没有。当你老了，当老了不还是女的吗？过火啊，过火啊，类似啊。每个人的嗓音不太一样。是啊，我可能我的嗓音不太浑厚，嗓音比较嗯比较尖锐，不像一个老爷们，但是我生活当中特别的娘。
你这诚实，对对对，贵在诚实，对，就得这样，对不对？让观众开心才是我们最大的开心。朋友们有什么想知道的问题，咱们可以共同探讨。现在时间稍微的，哎，哪有表？就是，我就让你看看白不白，白白点风的底子。咱可以共同探讨，共同聊一聊，聊聊天可以举手的问问题。朋友们，出去。在这儿，在这儿没王法了是吗？他想问孙老师的体重。问这干嘛呀？我给大家解释一下啊，这个这是个人隐私，嗯，个人隐私。说实话，孙老师的体重，曹冲都不知道。曹冲我都不知道是谁。你也没必要知道、啊、那是我比大象还沉呢。好了，有什么想聊的问题咱们可以共同探讨。哎，啊，刘大爷，刘大爷，刘大爷就是一个刘大爷虚构的人物。对，不可能，这样的人不可能出现啊。对，奶妈，你想，不可能，这都是假的啊。是，这是一段传统相声，叫做金龟铁甲，叫金龟铁甲，很多人都演过，但是我这个版本略微的猥琐一些，知道吗？那是略微的吗？我们这金龟就没说，主要是说实话，刚才描述那个，哎，就行了，别描述那么细致，在国内我从来没有过，我也不敢，我怕万一这样的视频流传出去，对广电把我们封了，就真的是很容易的。但这样，我觉得网络可能会传回去的啊。咱赶快跪着给人道歉吧，各位不要上传好吗？嗯，不要跪谢，跪谢。什么？摄影在后面。优酷直播啊？真的？来，你过来，来，你过来，来。你们过来。咱俩聊一聊，我看看你，我看看你，来来来，我看。这不是都大家难为大家干嘛的吗？我看你身材我就知道你吃过几个奶妈，来来过来来。你也是吃过见过、嗯、不能瞎穿啊，别瞎穿。嗯，谢谢。是的，谢谢，开个心完了。你开心了是怎么？突然间很尴尬。这倒是，心里一听说有直播我就尴尬，心里很忐忑啊。这边买房贵吗？嗯，我都不想回去了。留下来，让我留下来啊！好，我留下来。我很喜欢这个地方，像一个村庄一样。可以吗？大农村那是，对。可以吗？它本来就像一个村庄啊。大农村，嗯。我下了飞机，感觉我回到了我老家呀。你别吹牛了，你老家哪有这样啊？啊，那好吧，那我是骗你们。这儿确实不错，空气又好，空气也好，嗯，环境都好，嗯。但是昨天去赌场了吗？你问这话有意义吗？优酷，把那个机器给我关了，快点。关了，我立马跟你聊聊点，聊点私生活。好了，说点别的吧。朋友们有什么想听的，咱可以。往事只能回味，好，好，都会满足你们。谢谢。刚才我唱完了的时候，孙老师对我深情默默地说了一句，说我特别喜欢你现在这个感觉。嗯，就是跟尿裤子是一样的。还有什么？柳岩。柳岩干嘛呀？铁锤妹妹跟燕子喜欢谁？你俩听都不像人。铁锤妹妹、燕子，这都是虚构的啊，对，都是假的。我喜欢我的媳妇。你们当真了。喜欢我爱人，那是知道有直播，嗯。哎，关了，关了，关了吗？关了，关了，都可以，都可以。哎，对，我跟你说，
要点脸，要他干嘛？5月15号国际不要脸日，你说三维？三维干嘛呀？你先说，你先说，给我们做衣服。其实现在我的心情特别的激动，是啊，特别的开心。嗯，我今年刚30多岁，我们这么年轻，怎么说实话都不信了呢？我们这么年轻，得到了很多朋友的支持和关注，对，和爱戴，我们真的心情很开心。嗯，我们愿意继续把这份工作继续下去。没错，把我们这份劳动成果传递给更多的朋友们，哎，让更多的朋友们听到我们中国的国粹，哎，让大家喜欢相声，没错，喜欢京剧，这是我们特别的开心的事情。还有什么想朋友们想听的？我不吝啬，我会的，我一定会唱，我一定会说《白蛇传》。好，《白蛇传》，好好。嗯，请你先出去好吗？你不知道什么脾气，你知道？对，因为这个太长了，太长了。青城山下白素贞，洞中千年修此身。啊啊啊！好了。唱两句就得了啊！得了得了，嗯，还有什么？还有什么要听？啊？我说就是来妖精了吧？你？你挑着担，我牵着马。大姐，爷不爷们儿？大姐，爷不爷们儿？爷不爷们儿？一句就爷们儿了，迎来，那手术成功了，这是。你挑着担，我牵着马，有没有一下回到了30年前的感觉？有没有？好，多少会有点，就好像经典，在国家，在自己国家的时候，陪在亲戚朋友们一起看这个《西游记》的时候，对，对不对？有没有那种感觉？一起唱啊！你挑着担，我牵着马，迎来日出。踏平坎坷。走吧艰险，走吧艰险，怎么这么快就出发了？你们仨想要干什么？仨人，一个男的，俩女的。安德莱德这么开放吗？大叔，着什么急啊？大叔回去要开心，好不好？再见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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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再见。你一下领走了两个女人，你要开心啊，大叔。那个后边补两个过来，老觉得门牙少了两颗似的。这大叔真的从来没有笑过，坐这儿从来没有笑过。不搞言笑啊！呵，这俩人不要脸啊！你花了多少钱？你坐这儿来，告诉我。真小人啊！来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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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来！咦，我是不是把你们吓着了？是不是？没有，套马的汉子，汉子来，你过来，来来来来。套马，我只听过套马杆，我没有听过什么套马的汉子。套马，套马的汉子。套马的汉子，而是国内国外版本不一样吧？这首歌在这儿叫套马的汉子吗？哎呦，
套马的汉子威武雄壮，飞驰的骏马像疾风一样，一望无际的原野陪你去流浪，你的心态和大地一样宽广，是这个吗？我就会唱这几句。而且那大姐走了，大姐一直鄙视我说你为什么只唱女人的歌曲，她鄙视的对，是不是？嗯，奶奶想听京剧。哇，奶奶想听京剧。奶奶要不你上我那屋房。奶奶是想听京剧。我可以豫剧吧。奶奶是哪里人？河南人。内蒙古。哎呀，内蒙古爱听豫剧哈。这个有点难。刚才套马的汉子就是您点的吗？奶奶喜欢套马的汉子哈。内蒙古人嘛，套马的汉子。嗯，豫剧啊。豫剧它非常的小众啊，在这儿我可好好听哈。哎，有多少河南人啊？现场举举手。哇，这么多老乡。好哇，有十几个。哇哦，那都不小众了，不小众了。来吧唱两句吧。唱两句。刘大哥讲话理太偏，谁说女子像清闲，男子打仗到边关，女子纺织在家园，没过门，白天去种地。好了，就很多人都没有听过啊，没有共鸣。他不像那个，不像刚才那个套马的汉子。啊？葫芦娃？葫芦娃，妹子，请你过来，来。是谁在？你开不窗看看呀？你问我们干嘛？羊。哎呀，羊我不会唱，但是我可以跟你挠挠，好不好？你去我那屋，你跟奶奶一起去，我给你挠挠，好不好？我解解刺呀。嗯，换别的牌子呀。哦，什么？新太平歌词。新太平歌词，老的还没学全呢。就是最浪漫的事唱给大家，好不好？背靠着背坐在地毯上，听听，又是个女人的歌曲，听听音乐聊聊。你这辈子离不开了。你希望我越来越温柔，我希望你放我在心上，也是这个被我深爱的男人。哎，唱串了。他说我是世上最美的女人，我为他保留着那一份天真，他说最爱我的唇。我的要求并不高，但我像从前一样好。如果有一天你说了同样的话，把别人拥入怀抱，我能想到最浪漫的事，就是和你一起慢慢变老，一个人收藏点点滴滴的欢笑，留到以后坐着摇椅慢慢聊。你身上有他的香水味，是我鼻子犯的罪，不该嗅到他的美，脱掉一切陪你们睡。别唱。打死你个龟孙儿！打死你个闺女儿！小苹果，嘿，都
多老的歌呢？双截棍还得。好了，那个刚才主持人上来跟我说，时间真的已经很晚了，已经超时了，已经超时了。我们7点钟准时开始的，现在已经10点多了。按说我们的演出时间不应该超过3个小时。加钱，他说加钱。加钱。这俩不要脸，我的天哪！可等着这天了。一看就是输了，刚才知道吗？那灯怎么又亮了？录像那灯都灭了。你给我管喽，你给我管喽，你管喽。说点别的吧。既然那灯已经开了，我就特别害怕摄像的灯，你知道吗？因为我在国外，我特别想放松自己，想把平时不敢说的说给大家听，让大家开心。本来我们一异国他乡演出已经很不容易了，就老跟有人监视我们似的。对，老有一双眼睛看着我，让我特别的尴尬，特别不敢说。这是他的工作，可能哈，一直在对着我。取证呢？等会儿去哪儿吃饭哈？你说呀，你挑地儿。你跟男的聊这么火热干什么？我也忘了。也有，主要是赖你，我这平时也没男的陪我聊天。怎么还刘大爷？刘大爷来这儿了。刘大爷都出国了。等会儿去唱歌，这儿有 KTV 吗？我天啊，好呀，咱们一起去唱歌好不好？还真有 KTV。跟你走，旁边这男的是谁？你告诉我。不认识。金主啊。不认识，一直拉着手，刚才。拉手了吗？没有拉过手。那我问直接，睡过吗？你把那机器给我关了，就。哎，你看那男的脸都红。把你睡了啊？谁吃亏了？男的脸红了，那是啊。女的是个汉子。啊？我要睡你，来来来来。要说服你，我要把你说服。嗯。为什么喜欢鹿晗？对。鹿晗、杨洋，他们我全认识，我全有，我叫鹿晗的微信是不是？多少钱？我给你一会儿，我给你。啊？我来。你来。还憋着一箭双雕呢。我来。嗯。你是让我伺候你们俩吗？想多了，你还憋着挣钱呢。还微信摇一摇还得。好了。这个大哥，好了，不聊了啊。那个，我不知道我刚才说了些什么，真的，我们都失忆了。我真的不知道说了些什么，那个灯到现在它都没有关。我了解这是你的工作，可是你适可而止，朋友啊，你真的，好，关了啊，终于关了。哎，怎么又开开了？好吧，唱歌给大家听，还是说一个小段儿。说个小段生活当中的真实的故事。说点谁的事儿呢？说点孙老师的事儿。我的事儿播不了。孙老师的事儿。谁？其实我们下了，在墨尔本，我以为能够住特别好的酒店。是的。啊、但是我下了飞机，发现真的跟几年前没有什么太大的变化。说一个墨尔本的事儿吧。嗯。我们住墨尔本那酒店真的超级豪华。嗯。很棒。不错，发了一张房卡，房卡插进去拔出来，绿灯一亮就可以进门了。都那样。我们俩住一个房间，他们为了省钱，真的是被给我们俩安排的一个房间。你不要这样惊讶地看着我，两个床。是。两个床。是的，是的，是的。他们为了省钱。为了省钱。孙老师说：“那我来吧。”嗯。房卡插进去，拔出来，绿灯亮了，进门吧。进吧。这位老师就推门推推推了有10分钟都没有推开。门坏了。最后一拉开了。我也缺心眼儿，嗯，
很神奇，很神奇。什么神奇？反正进去吧，进去以后发现一个比较严峻的问题。什么问题、啊？没有电。哦，酒店没有电。插卡取电。咱不知道。有常识的都知道插卡取电。是。这我们就蒙住了。对。哎呀，这怎么办？房间里没有电怎么办？实在是没有办法了、嗯，我们俩在屋里摩擦起电。没有没有没有。静电不管用，不管用，难是啊，蹭秃噜皮也来不了电，蹭出血也来不了、嗯。最后发现有电了，我就出去玩去了。你还是不累，他就上那个上厕所了。对，你琢磨厕所他也有门呐，那多新鲜呢。这位老师就推门推推推推了十分钟没有推开。哎，一扒拉就开，你拉就开吧，拉拉了半小时都没有拉开。那怎么呢？最后一扒拉开了。我有病，我就死屋里。是一个很神奇的门啊，好好进去吧。进去以后发现一个更严峻的问题。什么问题？没有马桶。没有吗？其实有马桶。有啊，隐藏着的。哦，按某一个按钮马桶自动它就呈现出来了。哦，节省空间也为了美观。他我们不知道啊，不知道，他不知道。哎呀，这怎么办？没有马桶怎么办？哎呀呀呀呀，我都憋坏了。是是是，我光开门开了一个多小时啊。别别别，别说这个了，这怎么办？快想辙，憋得实在是不行了。是，灵机一动，怎么样，想出一个好办法。什么办法？拉裤子里去。那是好办法吗？你拉裤子门都白开了，发现旁边有报纸。对对对，英文报纸，反正也看不懂，反正看不懂，去他的，去，就拉报纸上了。哎呀，拉报纸上，擦擦完站起来，低头瞧这个东西怎么办？想辙，扔哪儿啊？找地儿。就这会儿功夫，外边有人敲门。谁呀、啊？服务员要进来打扫房间。人家来了，在国内就说不用打扫了，你回去吧。对、啊，英语的我们不会。对呀，咱也不知道是外国人中国人，这太尴尬了，怎么弄？敲门声越来越急促了。是，再看他，想辙，快点麻利儿，丢人！快走！哎呦，我吓一活的我。他哪动得了啊？是啊，实在是没有办法了。想辙，把他拿起来了。拿起来。谁说的谁来啊？走！哎呦，扔哪儿了？糊墙上了。哎呀！刚糊的墙上报纸全都掉下来了，好家伙，赶紧把报纸收起来塞到垃圾桶里。没错，迈步就什么迈走。有垃圾桶啊？那他怎么在墙上呢？当时你忘却了。我那我憋糊涂了，迈步就要往外走。好吧，就这会儿功夫服务员进来了。哟、啊、而且人进厕所了。是，一进门，哎呦哎呦，先生，对不起对不起。还中国人，你说是？哎呀，对不起，是真对不起啊，丢人了。其实我敲了半天门了， 是你们的团队找的我、嗯、我想告诉您呢，我们这个马桶它怎么用。是与众不同，就想告诉你怎么用。嗯，马桶马先生，哎，我是不是来晚了？我多新鲜呐，早来十分钟的哪吗？当时这个场景多么的尴尬，这丢人呐，搁谁谁也没辙了。是啊，他多聪明啊。我聪明，从兜里掏出500块钱澳币来。哎呦，五百，给人家先生不少了。这个你拿着啊，这个事儿咱不要说出去，封口费。你猜怎么着？服务员没有接。是，服务员从自己兜里掏出1000块钱来。啊，先生，这是我刚发的工资啊，给您拿着。我干嘛？您能告诉我、啊、你是怎么拉上去的吗？去你的。